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啊，今天有来到我们传说中传说中传说中的偷车，你们最喜欢的偷车啊。然后话说我现在订阅是40万快要41万嘛，但是我的 IG 竟然只有4000而已，会不会差太多了一点？差了多少倍？100倍欸，哇塞，那其他99倍的人在干嘛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一下啦。那今天一样，我们会偷五台车子，那五台感觉里面有一些也是非常帅的车子，有一些不好说不好说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偷的第一台车，来来来来，给我一台车啊，就是你了就是你了，还跑，来光头佬下车走喽。我们的第一台车呢是在这个的附近，好像有一间什么汉堡店的，对不对？汉堡店，汉堡，那就是这一间啊。莫名其妙就来到这一间汉堡店了。然后这边有什么车？还很普通的绿色的车子。哎，好像不对哦，这一台不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奥斯顿马丁？Volcan， 然后它这个尾灯是一根一根的 LED 灯柱啊，哇，这一台我印象非常深啊，超级超级帅的，来，坐上车了，我们就这样直接大拉拉的给它坐上车，然后看一下第一人称，哦，这个内装我觉得可以哦，然后椅子的包覆感非常非常的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时速到底如何。恐怖恐怖，走了！哇，这台车离我的那个汽车展示中心还真近啊，一下子就到了。哦哟，那尾翼感觉就是好哎。哦，还甩尾，哎，这台开起来可以很凶哎。全速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哦，超甩，甩到一个不行啊！这加速度太威啦！哎呦，这东西车怎么逆向？借过，全速前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机会试到他的尾速吗？呼呼！我顺着开好了，来试一下他的尾速。二档可以到200耶！哇塞，那这台车的时速不是很恐怖吗？我刚才应该走里面那一条。来，我们走里面这边。试一下市区可以让它飙到多少？哦，太快太快太快！哇嘞，车子快不能控制啦！这边弯道太多啦！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边有路肩，这边有路肩，我吃路肩，吃路肩我就不会车祸啦！借过，不要在那边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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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时速300，这一台太快了，这一台真的又快又甩，我们用最快速度把它开回家。哎，哎呦，想干嘛？结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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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第一台车奥斯顿马丁 Volcan 已到家，帅气。再来，我们要去偷我们的第二台车。哎，小姐，你撞到人不会喊对不起啊？我的天啊！哇塞，他会讲中文呢！我的天啊！哇哦！走了走了走了！哎呦，这台车怎么那么安静？怎么跟电动车差不多？那我们的这个第二台车呢？它是在一个赌场的位置啊。那我们赌场就走这一条高速公路过去，应该是蛮快的啊。顺便飙一下这台车，哦呦哦呦哦呦！其实 GTA 里面的车也是蛮强的嘛，感觉也是蛮快的嘛。我们一路向北飙过去，就是你的。等一下，这台车时速也可以到280几耶，也太快了吧！哎，不是，这个时速太快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已经快要到了这个我们赌场。然后我们先去他这个停车场看看
停车场也是有可能有一些超跑啦，毕竟这边是赌场嘛，对不对？有钱人都喜欢来这边赌博啊！来来来来，哎哎哎哎，想干嘛？哦哦哦，都是 GTA 里面的车子，没有看到。哎呦，这台哦，我刚才把它看成 BMW 啊，就不是啊，那个 logo 有点像啊，远看有点像啊。近看，哎、欸，怎么发现是一个 K？ 哎、欸，没有在停车场，那会在哪里？这边是可以去那个赛马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现在看了一下讯息，他说是在这个哎、欸、地下道里面呢、欸。那地下道里面没有车啊？还是在这里面？这里面会有车吗？我下车观察一下，这里面会有车吗？我也不是很确定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先把这一面墙给炸掉吧，拿出我们的火箭炮，然后给它这么炸下去，没用，再炸一次。哎、欸，谁在射我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是这一台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个车主，他车主要射我啊！哇嘞，哇嘞，怎么一堆人？他们是哪里来的人啊？这是赌场的人哦、喔。来一路给他撞出去，难得不是警察来耶、欸！呜呼，呜呼，哇塞，真多人呢、欸！赶快闪，赶快闪，赶快闪！怎样？那一道门是不能炸的、喔，炸下去这么多人来追我哎、欸！太扯了，太扯了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欸、警察在追谁？应该不是追我吧？刚才是赌场的人来追我，所以这一台绝对是赃车。赃车的话，那我就收下啦。这一台是 BMW 的 M5 哎、欸，我感觉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停在路边，现在应该没有我们的锅了吧？哈，来看一下第一人称。哦哟，好像不错哦。哦哟，里面全白的哎、欸，全白的感觉蛮跳的啊、哦。然后外观是蓝色的，经典的这个 BMW。然后这个弹孔我先把它修一下吧，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哦。M5 哎、欸，但 M5 感觉没很快、欸，也是怎么可能跟那刚才那一台超跑比嘞，对不对？全速前进，用最快的速度开回家。整体开起来蛮中规中矩的、啊。那 BMW 跟宾士。如果这两个牌子来比的话，我相对是比较喜欢宾士的、啊，个人爱好啊。其实台湾人这两个牌子应该都蛮喜欢的吧，对不对？再来是我的第三台车，等一下我有没有看错？这个第三台车上面说要偷 FBI 的车子，等一下 FBI 的车子有什么好偷？又不是真实世界的车。他叫我要先去这个 FBI 大楼一趟就对了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过去，我们过去。怎样？之前偷警察的不够，现在连 FBI 都要动就对了。来，你下车。走了。全速前进。来，我们这个 FBI 大楼就在前面了。连这边的车也要偷。前面的确是有一台 FBI 的箱型车啊，然后咧，那个不就 GTA 里面的车子，没有别台车啊。然后一个警卫在那边，你叫我直接偷这一台车？哎，不是吧？剧情不是这样演的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一台的 logo， 哎，这个是世界的真车哎，所以真正的 FBI 是真实世界是开这一台吗？然后警卫在这边，这样子我要先假装过去啊，然后等一下再想办法把这个警卫给做掉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来实行我的 A 计划，先去跟这个警卫来搭讪一下。我过去了，现在有点紧张。哇哦，是珍妮佛罗培兹啊！你刚才攻击我的村庄，然后哎，对对对，就是现在，赶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好好好好好，借过，借过，不要在那边挡路。这一台是这个哎，凯迪拉克哎，所以真实世界 FBI 是开这一台喽。喂，借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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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平常我记得 GTA 里面不是这一台车啊。哦，其实时速还蛮快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修旅车，哦呦，哦吼，也是会晃来晃去啊，这个车身太高了啊。结果，虽然它看起来很笨重，其实还蛮好钻的。哎呦，差点翻车啊！快！来，我们走这边就可以闪了。警星快没了，这样子跳来跳过去，这样警察就追不到我了吧？刚好没警星了，哦，吓死我！没事，叫我偷什么 FBI 的车啊？不过这还是凯迪拉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人称车内的视角哦，它是有天窗的，仔细一看。然后这是几人座啊？最后一排感觉还可以坐人呢，吼，它这个座位比较长。然后仪表板怎么是黄黄的？内装非常的普通啊，非常普通的一台车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来，然后这一台，这台我们停里面好了。好，玻璃破掉，没关系，不理它。等下我们已经偷了三台车了，再来我们的地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叫你给我车就给我车，非常的棒。哎呦，刚才有人说不可相信。再来是我们的第四台车，第四台车呢是在我们的有一个地方的停车场里面，那我们就马上赶快去看看吧。我记得这附近是有一个停车场啊，是这一个吗？右边这个啊，对，就是这一个停车场啊。然后上面有停的几台车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哎呦，这一台很帅哦，但是不是。然后这一台也不是，这台是桑托劳吗？哎呦，蛮可疑的哦。这台是兰博基尼啊，我看一下是什么 ，LP610 Huracan， 兰博基尼那之前有介绍过它的这个赛车版本，然后这一台呢是最一般的试售版本啊。然后我们要看它是大牛还是小牛，就直接开它的门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开起来，藤壁般的门啊，所以这还是小牛。所以以后在路上，你不确定它是大牛还是小牛的时候，你就去开它的门啊。马上被车主给打死。小朋友不要学啊，叔叔有练过啊。来了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速度。应该也是蛮惊人的，这个感觉，哦哟，这个速度感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时速300多，这太快了吧，这台太快了，哦哟，这一台比刚才的奥斯顿马丁还快，时速300多没有问题呀，好，我们直接把它开回家，再来看一下它的内装长什么样子啊。呜呼呼！而且还放了一只手机他放了一只比较智慧型的手机，然后，上面还放了1块钱美金，是不是？那边放了一张钞票酷哦！可以看一下那张钞票吗？对不对？他这边放了一张钞票啊，真妙所以这一台其实白色还蛮好看的吼，有小牛就选这个颜色就对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会一直有玻璃破掉的声音？再来我们的最后一台车，你干嘛？好，很好哈，车子给我，走喽。来练习翘孤轮一下啊！翘孤轮，怎么翘不起来？是这一台因为没有改过吗？好，不管它，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我们第五台车在哪里啊？第五台车说在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附近，他只有给我一个坐标，我先去那个坐标看看好了。然后他叫我往这个交流道下，下了之后，没有车啊。他说在这边停等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。嗯，这一台吗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还是你？射一下你的轮胎，还是这边？射一下你的轮胎，射轮胎魔人，只专射人家轮胎而已，好不好？这边这边，射一下你的轮胎，乌龟车啊，就是没有看到车啊。嗯，难道情报错误？这个屋顶上怎么会有一台 Porsche？ 呜呼！这一台是传说中的，车灯是圆的，它是911啊， 911 GT3RS， 终于让我看到这一台车了，我的梦想车啊！可以啊，各位观众，保时捷就是要开911啊！哦，只有两人座而已，后面都变成改成这个滚筒了，哦。一个保时捷大大的 logo， 然后上面跑车计时套件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有这个 feel。然后因为它是 GT3RS， 所以后面有一个大大的尾翼，不然一般保时捷比较基本款的是顶多一个小鸭尾在后面而已，但是这一种大尾翼感觉很像改装的，但是它却是原厂尾翼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忍不及要试一下这一台车了，呼呼呼呼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它爆炸，好像在我的车没爆啊。我先来这边试一下时速啊，这一台的时速好像有点尴尬，这一台的时速只有280几，呜呼呼直接一个大翻身！哎呦，怎么车子没什么刮伤？这台是不会有刮伤的吗？往这飞上去，呼呼，我在飞哦！我感觉不错哎，这台虽然尾速不快啦，但是整体的驾驶感觉抓地力啊是当我没讲，才刚讲抓地力，马上就来一个大甩尾了，对不对？全速前进，快要到我们的这一个，哎呦哎呦，每次走这条路就会变成逆向，所以看来不能走那一条路啊！全速前进，呼呼，呼呼，甩尾，就是要这么漂亮啊！今天的五台车都到齐了，你最喜欢哪一台车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这一些加入会员的人，只要你有加入会员，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后面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